辅导母会会长致辞，请三重会会长汪清芬师友上台为我们致辞。今天大会的林主席，也是我们林会长，在座的各位先进同事及各位师友以及各位师嫂以及各位保健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天个人代表三重狮子会，来参与这个新庄会的这个扩大例会，个人在这边表示非常的这个荣幸。特别呢，我想在这边概述一下有关我们今天林会长呢带领的团队呢，在过去这个所带动的会务呢，我想大家有会应该都有目共睹他们的成绩斐然能够呢使得他们会务呢整个能够这样的薄弱，我想来自于因为有两个因素，主要呢有来自于各位前会长以及各位师友能够他这样的一个协助跟帮忙，当然更重要还有师嫂的支持，所以呢他们的会务呢才能够这样的推展那么的顺利。我想身为母会的我们三重狮子会，我想我们也与有荣焉。今天呢，我想在大年刚过也借这个时间跟各位呢拜个晚年我想今年是辛卯年祝各位呢今年叫辛卯大报第二个今年金兔年，希望各位能鸿福大展，刚好又是逢建国一百年，也希望各位幸福满满我想再一次呢也借出一点小的时间跟各位来报告三重狮子会呢即将在3月1日呢是我们40年的受封典礼，在中正北路国际金华宴会厅，非常请各位师友届时呢能够莅临来指导，谢谢。我们谢谢三重红会会长汪会长。